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想了解更多城市好去处，赶紧关注 Mars 吧。王源，我们问你几个问题哦。嗯，都行，无所谓。这本是个，肯定突然想不起来有什么书，但这个书蛮好看，它叫《北京生活指南》，看到了好多没去过的地方，在北京，北京这么久，好多地方都没去过。最酷的事情啊，好多呢。我今年生日会就还挺酷的，希望18岁更酷。嗯，我属于，我觉得都还行吧，用的很少，有时候会，就什么民国啊、甜心啊什么这些。都挺大的，对。开火锅店，因为开火锅店自己吃火锅就不用掏钱。上课，他们现在把课给我排得好满啊。休息的时候就多补瞌睡，睡觉。哪里都可以，人少了就行。哎呦，那你问我还真是问着了，我都不太知道，你上微博去搜搜吧，因为今天我才看到有人说重庆的攻略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地方。火锅、烧烤，煎饼果子，5-6分吧。别熬夜，早点睡觉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